正在准备去三塔克拉尔的车站、火车站，5分钟。现在我从三塔克拉尔的法厅往三塔克拉尔的火车站去啊。我试的是自行车模式，手套戴上吧。虽然白天戴手套主要是防晒，晚上戴着吧，万一摔了什么的，它有一个保护嘛。这个手套啊、衣服呀，是人的另一层皮肤，对吧？所以走，看看啊，它应该怎么走呢？是不是顺着这条路走啊？9点多了，它这个火车可能就少多了吧，车次就会少一些了。是直接走吗？看一下啊，直接走，对。这刚才走的时间比较长，现在骑自行车了。这是一个缓解啊，挺好，溜达一圈。刚才看了一下手机，一位观众留言，向左转，讽刺我啊，讽刺汤姆，说我是盲流，到处嚷嚷什么瞎吹什么什么，行，挺形象啊，挺形象。是在油管这边留言啊，那个视频标题我写的是"多留一些机会给年轻人吧"。Commerce Plaza 商业，广场900什么什么，但是整体来说还是600英尺后向右转。行驶600英尺向右转，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应该多把机会给年轻人吧，因为。有一句话所说的叫"各领风骚3、5年"，对不？所以它会有一个新陈代谢啊，就是人到了什么的年龄呢，可能都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啊。比如说你的身体机能，各个器官的机能都下降了，但是你非得要，对吧？要恢复青春的这样的去做事儿，可能就不对了吧？一般来说是这样啊。昨天看一个视频，国内的节目。向右转，是一个老年女士，60岁了，还想生宝宝，原因是她的37岁的儿子突然意外离世了，她心里很悲伤啊，就那么一个独生子嘛，所以很悲伤。嗨，嗨，Good night，我跟她打一个招呼，我说晚上好啊。哎呦，我走错了，我应该看灯，忘了看灯了啊。忘了看灯了。他的37岁的，就那么一个孩子啊，他的儿子遇到意外离世了，他很悲伤。然后他的孩子也没结婚，也没有给他留下孙子呀什么的，孙女啊，所以他想再生，但是他已经，哎呀，60岁了，医生也很为难，说他这个身体功能，有的器官功能都已经衰竭了，你说再调怎么调啊？他老伴儿也60多岁了，60岁吧。双方都退休了，也挺可怜吧。然后还有一些准备生三胎的，40多岁那还行啊，但是60岁了可能就很难了。你比如说60岁了，他在想着生宝宝，医生都不是特别赞同的，虽然很同情他，但是医生也都觉得，哎呀，新的站点在前边啊，new stop ahead。所以还是多关注自己的事情吧，啊，这边其实你看，我并不是特别关注别人的事情，对吧？停车楼啊，3层的停车楼，这边什么地方？Santa Clara，这个法庭离火车站很近啊，走着走大约14分钟。骑自行车呢，大约5分钟。要快速骑的话，当然我骑得慢了，我骑得很慢了，所以就会花的时间多一点。人影稀少啊，这边。
人影稀少啊，这边骑自行车就不用担心跟别人碰上，没有人，空荡荡的大街。哎，那边来火车了，啊，我就准备上火车回旧金山。这把我就把这个好好充值，好好充值，拿那个信用卡给手机充值。他好像如果经常坐这个火车，好像能买月票吗？不太知道，到时候查一下。我也没有查他坐一趟火车多少钱，就感觉这个费用用得很快，很快这个费用就用下去了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个盆里放着一个瓜，呵呵，让大家拿吗？呵呵，谁需要谁拿。这是火车站吧？这就到了吧？可以过。过吧，过吧，不客气了，绿灯嘛。到那儿先刷卡啊，向右转，向右转，然后目的地就在左侧。向右转，目的地就在左侧，直接到了。到了，准备上火车了。我这个口罩挂在外边一直吹着了，一会儿还能戴吧？今天就戴了一个这个医用口罩啊。这块儿今天好悬，来的时候差点坐过站，不过回的时候没事儿。回的时候旧金山终点站，没事儿。好像旧金山是从那边走。跟这两个大美女搭讪呢。好像旧金山是从这下，我记着好像是，对，从这下。对，从这下，想起来了，上次我问过一次吗？他说是从这下去，在车上睡一觉，在火车上睡一觉。睡一个小时就到这个旧金山了，还行，我觉得这个火车坐着还挺舒适的，不感觉到有多累。这边乘客好像也不多，对吧？他这个。人口总量比较少，小，所以就没有太多的人在这儿坐这个车。对，看这个是 San Francisco 嘛，这个箭头，对吧？从前面是往左拐，往右拐，对，上这个站台，往前面走呢，是另一条路，我去过，是另一条路。另一条路，看看也行。我骑过去看一下，感受一下。
陈志国，上次我是走过去的，这次可以骑过去，感受一下。可以骑过去，感受一下这种上坡空无一人的感觉。这种感觉不错吧？有滑板。他在赶车，这个人。在赶车，对吧？这边你看，对吧？这不就走过一次就知道了吗？这边上次我也是来的这块转了一圈，这是铁路。好了，那我就往回走了，回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这是什么什么路？当地的一条路。